刚主要就是有五个按钮啦，所以最后的 final 的结果就类似长这个样子吧，就是删掉它，然后可以下载的时候我变成说，可以把旧资料删掉，然后重新再把新的资料再抓回来。那它最下面现在变29哦，所以如果资料量变动的话，那我们刚刚重点是让它去追踪那个最下面一列的位置啊，所以你们其实可以去修改美元的部分啊，跟人民币的部分，最后再改一个全部的部分。那全部部分的话啊，主要是增加那个这个 R，OK 啊，主要穿针引线呐。那这个程式嘛，如果你假设有些漏，不知道改哪里的话，或者哪边哈，我是有把它贴到那个云端白板上面，所以未来你们其实可以参考一下那个云端白板上面的第8页的地方哈，所以我刚刚有把我刚刚改的部分哦，你们可以看那个云端白板这个单元哈里面的第8页，好，然后加这个嘛，我还要把它用黄色的地方把它 mark 起来，反正基本上改完之后哦，应该就 OK 了哈，那只是说因为程式哦。真的是非常非常要小心，因为一点点错都不行啦，吼。OK，那这个应该很清楚的啦。可是有的时候，即便给各位程式码，但还是会有一点点同学好像还是会犯一点错误啦。不过这个就可以，还是要经验值，所以建议各位还是多多去实做啦，吼。OK，那最后的话呢，吼，当然我会希望说刚刚提到的。再试着改改看，因为刚刚哈，我们是横向的，有没有？不，就反正就是让它只有单一栏的，那现在有点像两栏呐，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可是问题要能够左边右边各一个的话，这样它怎么去重新排列它？这个未来其实会遇到，而且甚至哦，你如果用两个可能还不够的话，其实。可能会放3个，有没有？甚至未来可以放多个。那如果，同一个工作表呢，左边放资料，右边放图，好像感觉有点太杂乱了。那你甚至可以怎么样？把那个一个工作表放资料，有没有？下载就放一个工作表，那图就放另外一个啦。那这个地方当然就变成跨工作表了，哇，那更复杂哦，所以。我基本上还是按部就班，不要一下子全部都加进来，哇，那可能很多同学应该会没办法负荷了，所以 step by step，OK 哈，好，那所以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要怎么样把它改成两栏？那其实啦哈，其实概念差不多，你之前怎么做，我是建议你就再做一次，所以我们之前怎么可以做出全部？先做一个。两个做出来，其实你再去推不就好了？所以哦，其实这个不会也没关系，你就是先做出第一个，再做出第二个，那你就知道后面应该怎么做了。OK，你就会可以把那个逻辑给理出来嘛。那剩下来的话，应该就简单的哈。所以，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哈，刚刚的程式部分呢，我又把它贴上去，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把它改成两个的话，那首先当然哈，因为我们之前推的方式是先做一个，再做第二个，这位置好像为什么跑？然后位置我把它移一下，所以按钮好像太过来了，我把它移过去一点啊，好，移过来。那如果你要全部一起移的话了哈，其实你可以按 Ctrl 键的嘛，然后把它移过来一点点这样子，OK 哈。好，那第二个再出来，不过刚刚好像有出现一个问题，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印象，就是底下有多那个图例哈。那如果你要把那个图例关掉哦，其实顺便讲一下，其实只要再加一个，还记不记得我之前好像有跟各位讲过，就是你如果要把那个图例关掉哦，其实只要在。这个 add chart 有没有？就是，active chart 目前的这个，等于是第二行的下面这边哈，再增加一个，就是把那个图例关掉的一个叙述，就是目前的这个图哈，点里面有一个属性叫 has，叫什么？has legend 这个，
那关的话呢，就是等于 false 就可以了，这样子它就不会出现了。哦，不然以前的话，假设人工的方式的哈，其实哎呀嘛 ，has legend 这个好像之前有讲过了 ，OK 哈，其实就加这一行，哦，加上去它就会有这个效果。还是其实还蛮好记的哈、哦，然后它的效果有点像这样，如果你人工的方式是这样，就是你点它嘛哈、哦，在上面有个设计，设计里面有一个新增图表项目哈、哦，这边有一个图例啦，其实好像本来在下面，刚有出现这个东西，有没有啊？如果你假设要把它拿掉的话，总不可能每一个都自己再用图例的方式把它改成5吧？所以其实哦，我们把它改成5哦，实际上就是等同于类似这个动作。那未来如果你这个程式不会写的话啦，其实也可以用 Lua 的啦， Lua 的应该也可以录制句子嘛，点下去，哎，它也会有那个对应的程式帮你跑出来，哦，你也可以再把它加上去啦哦。那当然，因为我习惯是很直觉的把它记一下，所以刚刚主要是在那个 Active Chat 没有里面就增加一个什么？增加一个那个按右键指定句集啊，编辑一下，就是再增加一个这个 has legend 等于 false 就可以了，有没有啊？其实加在我的习惯是加在set source data 的下一行，好，所以其实这样，我刚刚是这个哈习惯是把上面这个物件名称有没有拖拉下来就可以了，复制一下点，哎，它会提示嘛，啊，你只要记得。好像是 legend 你不会记也没关系，你打一个 h has 应该会吧 ，has h a s 有没有？然后里面就会出现 has legend， 那、啊、其他一样嘛 ，has title 也是一样嘛 ，has 好像 has 有好几个 ，has 这个哈 ，OK， 那、啊、其中的话选它之后等于它会出现 true false， false 关掉就可以了。好，这个是如何关闭那个就是图例的哈。这个程式，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哦，哎，如果我今天希望让它跑的时候跑成两栏哦，现在是一栏对不对哈？把它两栏，左边右边。那我的习惯是这样了，反正哦，我们刚刚怎么做，现在就再做一次，所以先把它删掉。所以我们第一步是先折线图美元，所以我习惯是把折线图美元这一段复制一下，头跟尾复制，贴到底下。那我的习惯是加一个折线图美元2好了，2的话哈就是只要一半 ，OK， 哎，那怎么只要一半？很简单嘛，应该是什么？应该知道怎么改吧？反正它一半的话就是宽，应该高一样，但是宽变一半的话，那就 width 的啊，乘以多少？乘以5就好了嘛。哎，对哦 ，OK， 好，所以这个 step 1应该 OK 了，把它执行看看。所以折线图美元2哦，执行看看会不会是一半？哎，有了一半的，有没有？哎，那如果折线图美元有了之后啊，折线图人民币好一样 ，Ctrl C 嘛，哈、哦、，Ctrl V 贴上。不过这里的话呢，哈、哦，这个折线图2好了 ，OK， 那其实后面都一样，哎，可是不太一样的地方来了，不太一样的地方在哪里？所以你要推论嘛，哈、哦，这个时候就不是 M11 了，它一样是 M1， 哎不。哦，不对哦，它应该是多少？这个地方应该是 M 多少？哎，不是 M 哎，它变成 R1。对，可是问题，哎，用 R1， 不过另外还有一种坐标呈现的方式，哎，可以让它加这个位置有没有？再加上几个宽度，哦。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是像啊宽度反正一样哦，最简单是什么？这个改成5就对了 ，OK。那只是位置你可能要改成什么？改成 R1 吧 ，OK 哈、哦，改成 R1， 应该没错吧 ？R1 OK 好，那我们来试一下这个再拉过来程式看看 R1 好执行看看，哎有了 ，OK 好、哦，哎。所以哦，我们大概已经有理出一个头绪了啊、哦。它其实跟刚刚逻辑不一样，所以哈、哦，其主要当然是宽度改比较简单，可是要怎么样可以刚刚好？它左边一个，哎，右边一个，左边一个，右边一个。所以最难的地方哦，应该就是全部折线图2。
对啊，待会也许可以把这个改一下 ，Ctrl C， 然后把它再贴一个叫全部折线图2。那我希望哦，可以把全部折线图2哈、哦，改成就是刚刚那个效果，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左边一个。不过跟各位讲，这个可能要有点心理准备哦，这个难度其实还蛮高的。哦啊，可能想，不过啦，当然，很多种写法，可是你想一想，有没有比较简单的写法？反正你想个最简单，因为其实我想了好多种方法，好多种写法，但是怎么样都觉得好像怎么写都有点太复杂了。所以也许啊，你可以用推的，看哪一种方式哦，可以最后得到的结果，却是最省程式码的哦。哎，那种程式写法应该是相对是我觉得比较推的哦，不然的话，你如果写了一大堆程式，反而太复杂了哦。其实我想到的方法，好吧，你们先试试看好了。反正先试着就是，折线图部分哦，把它改成就是第二个版本，是左边右边各一个哈、哦。